同学啊，大家好啊！欢迎收看啊，证券市场。那么在课程啊进行之前呢，我们先来啊回顾一下啊前一讲次的一个课程主题。在前一讲次中，我们讨论的内容是第三篇《证券市场的交易与机制》中的第六章《证券市场的交易》，包括。 第一节，证券交易的流程；第二节，证券交易的规范；第三节，竞价制度；第四节，台湾股市的竞价制度；第五节，各种交易制度的比较。那么本讲次呢，我们要进入啊第七讲。那么今天要讨论的呃主题内容呢，啊是呃其他的一个交易方式。那里面包括我们介绍啊零股交易。 啊，巨额交易啊，盘后交易啊，场外交易，全额交割股票啊，以及啊管理股票。那目前啊，国内股市啊最主要的啊交易形态，那么除了啊符合啊集中交易市场一些相关规定的啊交易之外呢，那么还包括其他的啊像是啊全额交割股啊，那么零股的交易，那么这个巨额的交易啊，盘后交易啊，管理股票啊，场外交易等等。 那么这些啊特殊方式的交易的一个产生，那主要是呢啊为了满足啊某些啊类型的交易人，那不同于啊正常交易形态的这个交易，那或者是为了因应啊特殊情况那么所产生的。那么本章啊就是在介绍啊这些类型的这个股票的一些交易制度。那首先啊我们介绍啊零股交易，那零股交易指的是呢，那么在集中市场啊买卖这个啊标的的一个股票。 那不足一个啊交易单位的一个交易，那这一个单位交易呢我们上次介绍过，那么是一千股啊，那么在一千股以下啊，也就是九百九十九股及以下的，那么称为零股交易。那么零股的产生呢，那么大多是因为啊这个公司的啊增资减资啊以及呢啊股票分割之后呢，那么所产生的。那么按照这个增券交易法的这个规定啊，那零股的一个股票呢？ 那么可以不在啊有价证券的集中啊交易市场中来交易，但是呢，如果要透过啊集中交易市场来买卖这个零股呢，那么这时候呢就要应该要按照啊台湾证券交易所呢，那么对于上市啊股票零股交易的一个办法，那所做的这个规定呢，那么来进行交易，那么包括啊零股交易呢啊是指啊这个委托人啊买卖啊同一种股票。 那股数啊不足一千股的部分，那零股的买卖的一个交易呢，单位呢为一股，那或者它的倍数。那么零股交易呢是由啊证券经纪商那么受托买卖，那买卖申报时间呢啊是从下午三点那么到四点。那零股交易的一个委托人呢与一般交易呢啊是相同的啊必须开立啊集中保管的一个划拨账户。那证券经纪商呢？ 那么使得啊接受他的委托来买卖，那么证券经纪商的一个每笔的买卖的委托的一个申报的数量呢，那不得超过啊九百九十九股。那么证券自营商，那么应该在这个零股交易委托的这个时间之内呢，那么来办理啊零股的啊应买应卖，那么可以呢不输入啊申报数量，而全数啊应买或者应卖，那或者呢啊输入一定啊的申报数量。 但是呢，申报数量呢啊不得超过哦九十九万九千九百哦九十九股。那么两种方式呢，那么择一啊来进行交易。那么零股的交易呢，以当日啊该股票啊收盘价格啊扣减呢啊这个千分之五，也就是呢啊收盘价格的啊百分之啊九十九点五 percent 呢啊作为呢啊买卖的一个价格。那么收盘价格呢啊是指啊。 啊，当日啊最后一笔啊成交的价格，那如果啊当天呢没有这个收盘价，那么就采取呢啊最近一次的一个啊成交价格，那若是呢啊到达啊涨跌幅的限制的价格呢，那么就采呢啊该次啊涨停或者是跌停的这个揭示价格，那么以作为啊收盘的价格，那么零股的交易呢，那么在申报的啊次一个啊营业日来撮合成交。 那么买卖成交的顺序呢？啊，乃是啊依照这个电脑那么来随机排列。但是呢，这个跟错账啊、违约啊做相反的买卖啊申报的委托，那么优先成交。那另外呢，这个证券经纪商哦所输入的这个委托单呢，啊是优先于啊证券自营商的这个委托单来成交的。那么零股交易申报呢，以及成交的啊股票价格啊均啊不作为啊当日的开盘。 啊，收盘价格也不作为啊最高、最低的行情的一个记录的依据。那么巨额的交易呢？由于是国内啊证券市场交易方式呢啊日渐的一个多元化，那么大额的一个交易呢，那么对于这个啊巨额证券的买卖需求呢，那么日益的增加。那么但是啊，原先啊这个巨额证券的买卖的办法的规定啊，那么巨额买卖它的成交价格啊限为。 啊，买卖啊，申报当日的这个收盘价，那么并没有这个啊价格调整的空间。那么而且啊，这个证券商啊需要啊先将买进一个价款啊，或者是卖出证券交付证交所之后呢，那么派人持相关的文件，那么这个亲赴啊证交所来办理这个申报。那并且呢，仅止于啊在次一个营业日啊撮合成交一次等等这些规定啊。 没有办法能够啊充分满足啊大额交易者的一个需求啊，那么证交所呢就因而调整啊巨额买卖的制度，那么来强化啊巨额交易的一个市场的功能。那么经过啊这个餐桌啊国内外这个证券市场啊巨额买卖啊所普遍采行的这个原则啊，那并且考量我国啊证券市场的这个特性以及这个结构，那台湾啊证券交易所呢？ 那么因此啊，调整啊上市证券啊巨额买卖的制度，那提供啊大额交易者呢能有更多元化的这个交易的管道，那以便于呢比较能够啊寻得买卖啊的一个对手，那不必在一般的一个市场啊中呢来进行啊大额的买卖，那或者是卖出，那么以降低啊。 啊，对一般啊市场这个啊价格的冲击，那这样子话呢，有助于啊市场价格的稳定啊，以及呢啊连续性的这个维持。那么上次，上市啊证券巨额交易的一个制度的调整案呢，那么是在民国九十四年的啊四月四号来实施的。那么相关的一个规范内容呢，那么介绍如下：那巨额买卖呢啊适用的标准呢啊，按照这个买卖啊申报数额呢。 那么分为啊下列三种适用的标准，啊一次啊申报买进或者是啊卖出的数量，那么达到啊五百个啊交易单位以上的这个单一证券呢巨额买卖，那么一次啊申报买卖或者是啊卖出啊五种以上啊股票，那么它的总金额啊达到那么一千五百万以上的这个股票，那么组合呢啊那么来巨额啊这个买卖。 那或者是呢一次申报的买进或者是卖出啊数量啊未达到五百个交易单位啊，但是呢它的总金额啊达到一千五百万以上者呢，那么也得呢啊采这个啊巨额的这个买卖。那至于申报的方式啊，那么是由啊证券商以网际网络那或者是电脑主机啊连线的方式那么来做申报。那么至于它的交易时段呢，可以分成啊盘中。 那盘中指的是呢？啊，上午的九点半到九点四十，以及呢十一点半啊到十一点四十两个啊交易时段。那至于说盘后呢，那么是下午啊的一点半啊到一点五十啊一个啊交易时段。那么买卖申报的价格的范围呢？啊，这个巨额申报的巨额买卖的申报价格的范围啊，那么是以呢涨至或者跌至啊参考基准的百分之二为限。 但是呢，盘中的一个巨额交易时段的申报，它价格范围啊不得啊超过当日啊一般交易市场的一个啊涨跌停的价格。好，那我们介绍到这边呢，啊，请各位啊稍事休息一下。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就介绍啊参考基准的一个原则。 好，那么有关这个啊参考基准呢，那么依下列原则来做决定。啊，盘中巨额交易的时段呢，那么是以啊这个交易开始前的啊一般交易的一个市场，那最近一次啊未成交的最高买进啊，以及呢啊最低的一个卖出的揭示价的平均价格，那么作为这个啊参考的基准。但是呢啊仅有买进那或者卖出的一个揭示价格，那么则啊才最高买进。 那或者是最低卖出的一个揭示价格，那没有买进啊，即卖出的揭示价格呢？那么则啊，采取呢啊最近一次的一个成交价格。那如果啊当天没有这个成交价格，那么就采取呢啊这个啊开盘竞价的一个基准。那么至于说这个盘后巨额的交易的时段呢，那么以呢啊当日啊一般交易市场的一个收盘价格，那么作为啊参考的基准。 那若是当日啊没有这个收盘价格，那么就采呢啊开盘竞价的基准啊。第五啊申报的限制，那么是采啊限价委托，那么限限价的委托呢啊限于那么所输入的这个啊交易的时段内有效。那么得呢啊在未成交前呢，那么申报来取消。那么但是呢啊不接受改量。那么在当时段啊如果没有这个成交的委托呢？ 那电脑系统呢？啊，就自动取消，啊成交日。那么申买卖的一个申报当日呢？那么作为它的成交日。那竞价方式，那么采呢？啊，逐笔竞价。那随时呢？啊，到呢？啊，随时来撮合。那么单一证券的一个巨额买卖啊，那么它撮合的一个优先的顺序以及啊成交的价格啊，是依照逐笔输入的这个买进啊申报。 或者卖出来申报来做分别，那么一下列的原则来决定的啊。A，当笔啊输入的这个买进啊申报价格，那么高于或等于啊先前输入的一个啊最低卖出申报价格的时候，那么按照呢啊这个卖出申报价格由低啊至高来依序来成交。那么如果啊申报的这个卖价有数比呢，那么相同的时候，那么则呢？ 按照申报的时间的一个优先顺序呢，那么来依序来成交的，那么一直到啊完全满足，那或者是啊当笔输入的一个买进申报价格低于啊未成交的卖出啊申报价格啊为止，那 B 当笔输入的这个卖出申报的价格那么低于啊或等于那么先前输入的。 一个啊，最高买进啊，申报价格的时候呢，那么就一啊买进啊，申报价格由高啊至低来依序成交。那如果啊申报的这个啊买价有数比相同的时候，那么就按啊申报一个时间的优先顺序，那么依序来成交。那么一直到完全满足，那或者是啊当笔输入的一个卖出申报价格，那么高于啊未成交。 的一个买进啊申报价格，那么为止的。那么至于啊股票组合的一个啊巨额买卖的一个撮合的成交，那么当笔输入的这个买进或者是卖出的一个啊申报的一个啊个股的代号、单价以及数量，那么应该要与呢啊先前输入的一个卖出啊或者是买进的一个啊申报呢啊均要相符，那么再与呢。 啊，卖出或者买进啊，申报时间啊，最优先者呢，那么来成交，预收款券，那么证券经纪商呢，那么申报买进的时候，那么应该要先收足啊买进的一个价款。那申报卖出的时候呢，那么透过证交所啊电脑的连线系统，那通知啊集保公司来办理这个圈存。那么证交所在衡量啊证券商的财务报表的一个资料。 以及啊，当天啊巨额买进的一个数额啊，那么达到啊特定条件的时候呢，那么得啊通知他的缴交啊这个买进金额的啊百分之五十的一个保证金之后呢，那么使能够啊继续接受那么它的一个巨额买进的一个申报资讯的统计，那么这个巨额交易，那么它的成交量跟值啊，那么在啊那么当日啊。 这个盘后啊，定价交易结束之后呢，那并入啊行情单来做计算。那么至于这个啊巨额买卖它的成交价格啊，那不得啊作为啊当日的开盘啊收盘的一个价格，也不作为啊最高啊最低行情记录的这个依据。那么也不纳入啊当天啊发行量加权股价指数的计算。那么对啊发行量加权股价的一个啊指数呢，那么是不会有影响的。 那么第十啊，结算交割。那么证券商呢？那么在成交日的下午啊两点半前呢，那么完成交割。接着介绍啊，盘后交易。那么为了赶上啊，美日等国的一个投资市场的一个啊热度的交易热潮啊，那促进啊这个投资市场的国际化。那么财政部在民国啊八十九年啊推动了股市的一个盘后交易。那它的目的呢？ 啊，是为了运用啊现有的资源，那么在不增加那么其他的成本的一个前提之下呢，那么在每天的一个收盘之后，那么以个股它的收盘价那么为基础来延长它的交易，那么以便呢能够服务啊未能赶上啊原有交易时间，那或者是下单却无机会成交的投资人，那么盘后的定价的交易呢，来指的是呢在每个一交易日的收盘之后。 那么有价证券呢，依照啊上午集中交易市场的收盘价格来进行啊定价交易的方式。那么由于收盘的价格啊是这个当申报当天啊上午该证券的最后一笔成交价格，所以如果啊发生当日上午啊没有成交价格产生的情况，那么这时候呢，该证券呢即暂停啊当日的盘后定价的交易。那至于它的功能与效益。 那么实施啊盘后定价的交易呢，那么可以提高啊证券交易所与证券商的一个现有的设备的利用，那么以及呢人力资源的使用的效率，那不需要啊去增加成本的。那么由于啊买卖啊采当日啊收盘价来成交，那投资人啊就不需要啊随时去注意啊股价的一个变动，那么这样比较不会啊去影响他的生活的作息，那方便。 啊，长期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持有人，以及啊中午时段啊投资者，那么来委托啊这个买卖。那目前呢啊这个国外呢啊主要的证券市场呢，那么多会在这个啊正常交易啊时间啊以外的这个特定的时间，那么来实施啊盘后的定价交易啊，例如啦啊美国啊纽约证券交易所，那么在每天的一个收盘十五分钟之后。 那么进行啊四十五分钟的啊盘后的定价交易，那么韩国证券交易所呢啊在每天啊收盘的十分钟之后，那进行啊三十分钟的一个盘后定价的交易，那日本啊东京证券交易所呢，那么更为提供啊未能参与啊前盘交易者呢能够有再次一个成交的机会，满足啊喜欢定价交易者的一个需求啊，因此每天呢啊进行三次的。 啊，盘后定价交易，那么有以上啊可以知道，国外证券市场的一个实施盘后定价交易的原因，那么它是着重在能够满足啊投资人的一个啊交易的一个需求。那么在证券商以及呢交易所等啊电脑作业以及人力资源的范围之内呢，那么这个提供啊投资人有更多的一个啊交易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它的交易方式呢？啊，目前啊，盘后交易的一个定价交交易呢，它的标的那么是为债券以外的啊这个有价证券。那么可是呢，这个可转换公司债呢，因为也可以进行啊这个交易。那投资人那么可以在呢啊周一啊到周五的每天啊下午的两点，那么到两点半，那么向这个啊证券商委托那么来买卖啊，有价的一个证券。 那么这个券商呢，啊，受托后呢，那么即将委托买卖的一个啊，这个这个委托单呢，那么输入啊，交易所的这个啊电脑的主机，那么在每天啊下午两点半，由这个电脑啊按照这个公平的原则，那么在撮合之前呢，啊将所有的委托单呢按照随机方式来做排列，然后决定它的优先顺序，那么来进行啊自动的一个撮合。 那么盘后定价交易的时候呢，那投资人啊委托啊这买卖申报的这个数量啊，与这个上午交易时段的这个规定呢，那么是一样的。那么以一个啊交易单位或者它的整数倍为限，而且呢啊一次买卖啊同种类有价证券的数量呢，那么仍然是受到啊每笔四百九十九个啊交易单位的限制的。好，那我们介绍到这边呢啊，请各位呢休息一下。 那稍后回来，我们来介绍啊，这个盘后定价交易呢啊所揭示的这个啊资讯。那么至于这个啊盘后定价交易呢所揭示的这个交易资讯呢，那么包括以下。那么盘后定价交易呢，在撮合之前呢啊是全体啊及个别啊有价证券。 那么买卖申报的这个数量呢？那么盘后定价啊，这个交易在撮合后，那么揭示啊全体以及个别有价证券啊成交量值的资讯。那么为了活络啊盘后交易的制度，那么盘后的定价呢，它的交易时段，那么也可以呢啊去从事啊信用交易。那并且呢允许在啊同一天的上午竞价交易的时段，以及呢啊来下午呢那么盘后定价交易的时段。 那分别啊融资买进，那或者是融券卖出同种的有价证券者呢？那么可以采啊资券相抵的方式，那么来交割。那盘后的定价交易的这个啊呃资券这个额度呢？那么乃是啊延续啊上午交易的这个余额。那么可是呢啊投资人啊不得啊将上午啊竞价交易时段所买入的有价证券呢？ 那么在下午的盘后定价交易呢，那么来卖出，那么来从事啊，当日啊冲销的行为。那目前呢啊，盘后交易的这个实施的情况啊，大致上是良好的。每天大概会有两亿左右的这个啊交易的金额。那证券市场的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呢、啊，那么则呢啊配合做调整。那盘后交易的重点呢，那么是在于啊定价交易。那么交易的期间啊，不再啊做这个竞价。 那么这个跟呢纯粹的延长交易时间呢，那么是不一样的。接着介绍啊场外交易，那证券交易法的第一百五十条的规定啊，上市股票那么只能啊在这个集中市场来交易，那么这样就排除啊特殊状况，那么否则呢啊场外交易呢那么就会构成违法。那么我们在过去呢啊虽然也有啊对上柜股票。 做净值啊，场外交易的限制，那但是呢啊，目前已经取消了。那么所以呢啊，上市股票的啊一般交易啊盘后交易，那或者是啊巨额交易，那么都是属于啊集中市场的交易。那么只有啊上柜股票，那么才可以呢啊一方面啊在市场上交易，那一方面来进行啊场外的溢价交易。那么因此呢。 啊，台湾股市的场外交易啊，仅只限于啊，投资人在啊柜台买卖中心来进行交易。那么它采溢价的一个买卖的方式。那么溢价买卖呢，又称为自营买卖。那么是自营商啊，直接对啊客户的一个交易的形态。那么接着介绍啊，全额交割股票。那么这个变更交易方法的一个有价证券呢，那么就是我们所俗称的啊，全额交割股票。那么这是一种啊，财务状况。 啊，比较不健全啊，投资风险啊偏高的股票，那股票如果被列为啊全额交割股的一个公司啊，那么它的营运啊通常是曾经啊发生过问题的。那么这个啊全额交割股票的一个交易方式呢，那么是相同于啊一一般的普通交割的股票，那么但是啊它的款券呢啊必须在啊买卖委托啊发生时呢来预先来收足，那也就是说啊。 啊，全额交割股票呢，啊是一种啊变更啊交易方式的股票。那一般啊，我们这个正常啊上市上柜的一个股票呢，啊无论是买进那或者是卖出啊，都是在买卖啊成交之后，那么才办理这个交割。那么可是呢，啊全额交割股票呢，那么却不一样。那么它是在买进或者卖出之前啊，就必须啊先准备好啊这个股款啊以及这个股票。 那全额交割股票的一个撮合方式，那么仍然是啊集合竞价，那么这个和先前呢啊所介绍的那么是一样的。那么在经济状况啊急速啊恶化，那许多公司呢或者是因为啊投资啊发生失利，那或者是因为啊营运呢啊出现困难，那么而有这个下市啊下柜的这个危机的时候，那全额交割股票呢那么就频频来出现。那么但是啊、哦。 这个投资全额交割股票的风险呢？那么虽然是很高，那由于啊、哦、这些股票它的股价啊、哦、通常是很低的，那每股呢啊、哦、仅仅啊、哦、仅只有这个数元而已。那么而且啊、哦、由于那么它的成交的一个量呢啊、哦、比较小，那股价很容易呢啊、哦、被拉抬的，所以呢那么常常那么成为呢啊、哦、市场炒作的一个对象。那么因此啊、哦、除非啊、哦、我们已经确定。 哎，该公司的这个营运呢，啊，已经啊逐渐啊恢复正常，那么管理稳定下来，那么债务也逐逐渐的那么这个被偿还，否则我们还是啊少去碰啊这种全额交割股票为妙。那么接着啊介绍啊管理股票，那么上柜股票呢，那么可以呢啊申请呢啊转往啊集中市场来上市啊买卖。那反之啊集中市场呢？ 啊，下市股票呢？那么同样，那么也可以呢啊申请啊转往啊柜台市场来买卖。那么相对于啊集中市场的啊全额交割股票，那么在柜台市场方面呢，那么则有啊管理股票的制度。那么上柜公司的营运啊，如果啊发生啊这个困难的股票呢，那么经啊这个向这个柜台买卖中心来申请合格之后，那么就列为啊管理股票。 那么管理股票的交割的方式，那么也和啊这个全额的交割股票呢，那么是一样的。那么证券经纪商那么在接受啊投资人的委托啊买进或者卖出啊柜台买卖的一个管理股票的时候呢，那么也是啊必须啊预先啊收足啊买进的价金，那或者是啊卖出的证券，那么才可以啊再进行啊交易的。那么管理股票啊制度的实施啊。 那么是这个啊，为了啊这个营运艰困的一个公司呢，股票呢，那么开放了一线的一个生机。那凡是啊终止上市或者是上柜的这个股票，那么公司啊营运啊这个艰困的一个全额交割的股票，那么它的发行人呢，那么得呢啊在公告啊终止日的起的一个月内，那么向柜台买卖中心那么来申请合格之后，那么来列为啊管理股票。 那么，包括上市、上柜的股票，那么在暂停交易的一个期满之后，那么只要获得啊两家啊证券商的推荐，那么就可以呢啊提出啊申请为啊管理的股票。那么最后呢，我们将今天啊所这个啊介绍的主题呢啊做一个啊结论。我们今天介绍的是第七章啊其他的交易方式啊，那包括我们介绍了零股交易啊、巨额交易啊、盘后交易。 啊，场外交易啊，全额交割股票，那么以及呢啊，管理股票。好，那接着呢，我们来预告啊下一讲次的内容。那么从下一个讲次开始呢，我们要新进入呢啊新的一个单元。那么这也就是进入我们的啊第四篇。那第四篇的开头呢啊是证券市场的结构。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啊，我们有里面有包括第八章，也就是呢啊信用交易啊与当日的冲销。 那么还有呢啊第九章啊证券的这个结算交割啊以及啊稳定的啊机制那么第十章啊证券市场啊交易资讯的揭露啊与监视那我们将啊利用三次的时间呢那么介绍啊完整的介绍这一章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好那下次再会。